像只老鼠一样逃到这里，竟还敢口出狂言，真是笑话。看来你还嫌自己不够狼狈呀、啊。结束。烟波泉乃魔界禁地，那些魔必不敢闯入。我所剩灵力已不足，无法。神魔之境又有魔尊重楼把守，难以逾越。所幸已到烟波，我可以从泉眼走九泉灵脉返回神界。只是烟波如此重敌，竟。后为苍生安宁。三皇立誓，三祖中先兵者，共击之。临行前，敖虚神尊曾言，此番行动乃是铲除神界叛逆，并非违背三皇之誓。天魔有魁宇，不愧是叛神之首。我此次失手，只怕短期之内已无良机。先回神界向敖虚神尊复命，再做定夺。炎波不愧是地脉之火源头，果然酷热无比。一路走来并未遇到阻碍，魔族居然在此毫无设防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。前方就是泉眼所在了。Thank you.
魔尊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善如魔界，无胆量！没受伤吧？凶兽跑得再快，也没有我的巧灵飞得快。好了啦，今天辛苦你喽，回去多喂你几颗灵果吃。穿过这片树林，就是平溪村了。昆明树门前，可以先去村里逛逛。护法阵内，
妖怪侵入村子。平日温和的山野精怪为何如此暴力？这是发光的果子，似乎蕴含很强的灵力，是某种灵果吗？从未见过这种果子，是从哪儿掉落下来的？光变亮了，总觉得好香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迷迷糊糊地咬下去了？这果子来路不明，万一有毒怎么办？还好没咬破。这果子定非凡物，还是带回去让爷爷鉴定一下吧。天师门设的结界一向可靠，但山野精怪却突然出现异常，看起来像是被魔化了。外面凶兽越发猖狂，最近村子里又迁来不少避难的百姓，要是连这个村子都不安全就糟了。等下还是在结界内巡逻一下吧。还有要紧事要做，先不要到处乱逛了。